啊，这些我们请一下次长了。赖委好，次长你好。关于现在大家很关心的产创条例啊，产创条例又牵涉到一些的土地开发啦，这工业区的开发等等，你们有没有估算过啊？假如产创条例通过，按照你们的规划，还要创造出多少的所谓的创业园区，还是什么？是不是什么园区？那个叫什么园区？要不要讲一下？目前是叫产业园区的。产业园区要创造多少？如果以目前的工业，或者我们了解的，目前要扩大的空间不是很多，除了在北部。这个法通过以后要多少嘛？要准备要多少？没有，现在目前没有。现在因为那个法通过之后，还是跟其他部位都有关系。所以那个产业园区基本上是为了其他，因为现在服务业的太阳比较多，所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服务业的太阳，像。所以你们也没有 idea， 没有概念，说大概如果那个法通过以后，然后大概需要或者各产业所谓的产业园区会创造出来多少公顷的所谓的产业园区，没有这个数字的。我们有的可能是比较小规模，像研究园区。大概多少？已经有的大概多少？已经有的。目前我们手头上好像我没有看过，我们内部有这样的数字出来。那你这样怎么说服我们呢？说产创条例很重要诶，要跟通过，结果你们一个谱都没有。说这个通过之后到底是会创造多少个产业园区出来？我是不是请同仁问一下工业局，看看有没有这个数？工业局有吗？工业局有来吗？工业今天没有来。哦，今天没有来，我问一下。这个市长，这个工业局也是你，工业局也是你管的，不是吗？是我管的，但是我是你督导的啊。是，对，没错。你马上去问一下哦。我之所以提这个，就说好，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知不知道现有的闲置的工业区有多少？我知道在彰滨还有全部科技、這個，不要说全彰滨，全国全台湾。有多少？有一个数字我没有记得。我告诉你，有1600多公顷。啊、不是，1600多公顷可能涵盖那个新兴区啦。啊，新兴区那一块地，就是那个在麦寮台西外海那个新兴区。有啊，全部包括啊。那是你们的工业区、啊。对，那个是不是你们工业区、啊？算不算你们工业区？它算工业区。是啊，是你们的、啊。它有的还是这个海地啊，所以它大概有900多公顷啊。好、啊，那900多公顷扣掉 A 700多嘛。对不对？700多，如果再扣掉这个花莲和平港那边，扣掉剩下的大概就是彰滨啦、云林科技跟台南科技这几个。这样多对吧？就还有我要强调重点在于哦，你为什么不能够去思考，让向老百姓来说明，其实原来的工业区也可以把它转换为产业园区，可不可以？我们原来的工业区如果必要，像我们加工出口区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考虑过在彰滨里面挖一块来做这个特区啦，区中区啦，大概是这样。对嘛，区中区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的制造业比重越来越低嘛，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嘛， 是不是？所以应该就与时俱进，把工业区的一些过去的做法精神转换为服务业嘛，或者转换为这个我们内部都有考量创业的东西嘛。是，比方说物流。或者广义的物流，对啊，那这个物流当然在这个航空城附近会有这个物流啦，是仓储啦等等这些区。不过我们在这个加工出口区里面，其实也允许物流进驻。那将来会不会在工业区有部分的工业区里面的一部分再改，这个都有可能。这个应该要把它列进来。是，这个在产创里面的精神上啊，可以是有这样的精神，是可以做这样的事。那我们就条例把它列进来，你们有没有列进来？我看没有这条哦。产创里面没有这一条，我们产创并没有指明说，物流啦或者文化园区啦，不是我们要应该讲，不这没关系，没有的话你不同不反对，我们把它加进来都可以，就是原有的工业区可以应该是与时俱进变成产业园区才对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再重新找地了吧？我们台湾地已经那么少了，我们将来都是产业园区的概念、啊，所以没有工业区了。将来因为那个。政府组织再造啊，目前的规划，我们有产业园区管理局，所以将来是产业园区的概念。我知道了，包括工业局也改成产业。我知道，以后工业局要改成产业产业发展局。对，所以呢，工业跟服务业通通放在一起。但是服务业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虽然这样讲，可是就工业局的同仁来讲，他们还在死守着原来抱着原来的条文，只准他眼中只看工业。他没有看服务业，
他还没有转到说已经产创条例要转到产一般的服务要跟着转进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包括很多了哦。那就包括比如说我如果比如说这多功能的生活园区算不算在这里面？这个当然是这样子齁，这个我们拉到产业的话，拉到服务业的话，服务业范围太量太多太多。对啊，尤其像商业，包山包海，商业城算不算？商业的话就在商业城里面齁，算不算？不，所以我们现在初步还是把从制造业衍生出来的这个服务业，这个一直衍生出去。对了，这个齁，对，市长啊，我觉得你那法里面我也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并没有规范那么清楚，但是就你们心态上还是怕怕的，我觉得齁。现在时间已经没有太多了，我觉得要叫大开大合才叫真正的产业产创，才叫创新，真的要让人家感觉有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真的跟完全以前思路不一样。你现在是一个制造业的思路嘛，就从制造业开始多一点点 plus 多一点制造业的周边，比如说我是这个台积电旁边的，或者高科技城科技园区旁边的一些的我们的一些周边的产业放进来，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子啦，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产创产业创新做不好了，真的市长我告诉你这样做不好，因为这样子当然你就会 exclude 这些 exclude 那些，然后这里面就很多官员的裁决力量就太大了，到时候准不准一线之隔一线之隔，因为这个东西要经脉共的，这是第一个讲。第二个我也跟你请教一下，这个一面呢、啊，就 ECFA 来讲的话，因为大家现在要了解政府最大的重大的政策就是 ECFA。ECFA 哈，我知道不是你这边管的，可是我要让你知道一下经济部啊，在 ECFA， 你知不知道经济部有个网站，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经济部有网站，对。啊，你上去过没有？我不是每天都会。黄市长不是 ECFA 的网站，你上去过没有？你的网站，你们 ECFA 网站我上去过。你的网站上去过哈？对。你知不知道 ECFA 在的网站，经济部 ECFA 的网站叫 ECFA 两岸经济协议 .org.tw 这个网站哈，交通流量它的 traffic flow 在台湾的网站里面排第几，你知道吗？这我不晓得。更改经更小，4600名。我还刚才上去那个批评那个宏观电视。宏观电视的流量，我们进去的时候，啊，你做规播，那、啊、政府的钱，政府的政策不宣传，啊，给海外的看，结果看的最多是台湾人自己看自己的，你在做什么？你猜？他们的流量，人家我这样批评一下，我看一下，他们流量还第900名，且我们 ECFA 政府这么重大的政策 ，ECFA 竟然4600名了，4600名呐、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要是这样，我们查了一下，是这样。所以这个宣传啊，讲的话我们前天辩论这个，我们的国贸局长很辛苦啊，去啊，我都替他叫委屈。为什么？因为那个电视投票加学生十几个，好了，我们输5-10，输就认了，对不对？可是那个电视投票是13000-3000多，哎，净赢10000多票，哎，4倍多，哎，啊，怎么自由时报它的标题叫做惨败呢？啊，您经济部啊，不要发一个新闻稿敢讲一个，我嘛想要讲一个，讲哎，啊，阮。哇，这电视投票是13000-3000多嘞，赢了快要10000票嘞，啊，那个都不是民意，啊，学生的十几票就民意扩了这么大，啊，您干不要去给人发个新闻稿去说明一下，然后就是一副啊那默认的样子，怎么会惨败呢？该讲这么清楚，怎么惨败呢？民进党从头到尾就是一条边，就郭正亮提到的，他们就讲的养套杀。就把中国大陆夸大了，把自己台湾变缩小了，恐吓自己的人民。啊，昨天那个这什么，我们白领阶级会有300多万人什么受伤。啊，资料来源就是民进党的政策会，你看民进党都会，哇靠，恐吓这么厉害，然后你们就这样子开个记者会，我看你们也新闻稿网站没有好好去强力去讲，这种东西要去讲，对不对？难怪会。会入共，好像一副入共入输的，其实没有嘛。实际情况就是，电视投票是13000-3000多嘛，1万多嘛。啊，你说哦，灌票啊，奇怪，蓝牛灌票，绿营不会灌票啊，对不对？我们看看王清峰当时候要废死刑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台，几乎是9-1一面倒啊，反对废死刑啊，啊，那个都灌票，对不对？啊，蓝军会灌票，绿军不会灌票啊，差嘛不差这，灌票可以灌，净赢1万多。啊，那一部分怎么不提？
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报社他的立场，他政治立场这么的鲜明，我们也尊重了哦。但是总是这个我认为这个 ECFA 东西是经济部的，我们立法部门我也不愿越俗代包，说我一直等，那各位你们都点点呢？你们对不对？变成那标题那么大的标题惨败，阿林龙等等，给他一年继续批。市长，我是具体的，是具体啊、哦，是这里跟政党没有关系啊、哦，但是具体，请你啊，以经济部立场，你同意不同意把现况讲清楚，在你们网站里面，或者发个声明稿，发个新闻稿说。这那一天的电视片呢，除了学生表达16个学生表达意见之外，全国观众表达意见是13000+，数字都想要写出来，都有出入，13600+对，大概对3700+3900+，这个数字要写上去，就清楚了嘛，怎么会惨败呢？这个，然后你们都点点没有声音，等一下我们立，当然我也可以发，可是我们一发就变成说哇，这政党对立也不好，但是你行政部门。这是代表行政部门去的，我们是立法部门是给你们侧面帮忙的，最主要还是你们去嘛。我刚提这个东西，你看 ECFA 的网站4600名，标准的网站不让你看嘛，很清楚来看呢、啊。这个中央一头热，大家哇各部会这样到处去讲，结果你看你主席室的经济部，这个网站是安那样啊，难怪年轻人就要梳理年轻族群嘛，对不对？这个年轻的族群在现场最后5-10，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对学生宣传不够啊，学生就是透过网络群，所以我今天连起来的一个重点就在于说，学生族群最重要的得到资讯呢是网站，那经济部的 ECFA 网站4600名，这个难怪学生第一个听不懂，那天现场学生也说他们还是听不懂嘛，他们用他们的主观判断就来跟你这样子一个把它下判断，然后到现在为止，经济部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回应，没有去更正。我不一定说他错，要更正，他是放大，他就挑学生那个把它放大这样子，2-1，但是他没有看到是观众的投票是4-1啊，我们赢了、啊；学生投票是1-2，我们输，但是观众投票4-1，我们赢了、啊。这个总是要讲出来嘛，是事实讲出来的。每一个人有他的角度切入，他说这样子还是惨败，我们也认了，对不对？也但是你们要讲嘛，不然你不讲，你都这是行政部门的事，不是我们，好对不对？好不好？这个回去哦，这个我不，我平时你要回去做哦，回去声明哦。经济部哦，那个严厉哦，再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哈、哦。把事实公布，我们要你加油添醋，事实公布出来，让全国老百姓知道说，这个报社的立场太。只有抓一个把它放大，我们不能接受这样子， 好不好？我们尊重，但是不能接受。谢谢。是把委员的哈，请做参考哈。